又到端午节，年年都食咸肉粽、碱水粽。今年一於一反傳統，試下黑橋牌的台灣種啦，被譽為台灣種第一名的南部府城廟口種，用上豬肉、鹹蛋黃、栗子、花生、冬菇、蝦米等等的材料，口感紮實，每一啖都帶給你滿足的感覺。還有北部古早狀元種和台灣黑豬肉種可以選擇，現在只要上來我們 MIHK.TV 網店，就可以買到以上三款黑橋牌的台灣種，每款限量100隻，賣完就沒有了，快啲上嚟訂翻幾隻，過一個滿足嘅端午節啦！